标签的插上方法，标签从这里啊，标签盘装好以后，从这里走过来，从这里，先从这里走过来，标签盘从这里，这是压板，把它压紧，从这里走过来，再从这里地方，从这个硅胶板上走过来，这样走过来，穿过来，这样从这里超过绕过来，从这里绕过来，再从这个光电里边。从这光点这边穿过来，走到这里，从这里绕过来，再从这里走过来，再从这里走过来，这标签从这两个滚子之间，从这里从这两个滚子之间，再出来，缠到这个方向。